顾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你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健康成就未来。顾星，你有病吧？ 喂，哦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异样，没有异样就好。嗯，钱我会打到账上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，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好。哎，以前那些女的，他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。不过公司最近要招一批新人，顾总特意要求要留一些年轻漂亮的。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哦，是是是，我肯定帮您留意着。等到时候人事把那些人的名单交给我，我马上给你传一份过去。那辛苦了，嗯。常总，这几个呢，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，都是高学历、高颜值，您看怎么样？ 南宫琉璃，这个名字很特殊嘛？嗯，这个很不错，形象又好，学历又高，应该符合顾总的要求。好，通知他们来面试。好，那我去吧。嗯，方叔，哎，锦溪和奶奶呢？老夫人怕少夫人天天闷在家里无聊，带她逛街去了。逛街去了？啊，你去把露露叫过来。 啊，你稍等。奶奶，嗯，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？带你去买衣服去啊。买衣服？嗯。奶奶，我不缺衣服呀。嗨，你那些衣服啊，都登不了台面的。 你现在啊，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，出去那是代表着我们顾家的形象的。本来呢，应该带你到国外去定制这些衣服的，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？等以后再说吧。嗯，谢谢奶奶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 这是我们三个的秘密。啊，少爷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万一老夫人知道了，老夫人那儿你别怕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露露，考验你的时刻来了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扣你奖金。哦，忙去吧。 喂，让我去面试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。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，贺锦溪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运气还会不会这么好，你就等着吧。 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，方叔。哎，锦溪啊，我先回房间歇歇啊。露露啊，把少夫人东西啊送到房间里去啊。哦。哎。
今天啊，逛了好几个商场。哎呀，我累坏了吧？哎呀，赶紧歇。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事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先生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。我不严厉地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他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他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虚伪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嗯，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嗯，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。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哎，没事，真不重。露露，露露，顾少，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？陪我喝点酒呗。嗯，拿去喝。讨厌。人呢？干喝酒啊？疯了吧你？啊？心情不好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让你不开心了？啊？我替你消他。司徒，你平时怎么泡妞的？妞需要泡吗？不是他们自己扑上来的吗？要是他们不扑呢？不扑？谁呀？这么有个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荡漾的。不会是小嫂子吧？让你动了真情啊！别胡说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两个人关系总得近一点吧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儿也说不过去。你们两口子真够奇葩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对你这块肥肉坐怀不乱，他绝对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说点实在的，你有那么多妞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你是怎么让他们动心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去动心思，他们不对我动心思就 OK 了。哼，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看来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猜，快说吧。自驾游，嘣嘣嘣嘣嘣，什么意思？古人有句老话，要想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要带她出去旅游一趟。这不简单吗？马岱还是巴厘岛，我现在就可以让方叔下单。不是你说的这一种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飞机，然后按照你的航线到一个地方一待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自驾游，自驾游，自驾才能增进感情。你想一想，这一路上就你们两个人，
没有其他人的。你们俩但凡发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解决。这个时候再出点小小的意外，他一个女人家能够依靠谁？只能依靠你呀。此时此刻你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一举把他拿下。他要是对你不动心，哼哼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就两个人，荒郊野外就你们两个人，荒郊野外啊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呢，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啊，要强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无论少夫人做什么，你虚我也要说。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嗯，不是，刚刚方叔也在，你就是这么跟我说。闭嘴！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嗯，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可是贺锦熙的老公，记住了没有？来了。哎，富贵啊！刘丽，刘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进去吧。你不是不喝酒吗？怎么喝这么多？哎。刘丽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了。你喝多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。今天你先睡这儿吧，明天睡醒了你就走。刘丽，刘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你？奶奶吃饭了。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？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十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，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嗯，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，奶奶。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。嗯。今天我想带锦熙出去走一走。好啊。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。正好，西城啊，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定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哎，吃个烧饼。刘丽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吗？那你走吧，
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贺锦熙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出发了。要不然，我们不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你出去玩，你还说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游多不方便啊。什么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寡女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贺锦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把包拿上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哎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才需要顾总来决定，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哎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。平常小心说话，啊。何锦熙，别睡了，赶紧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吧。很不错的啊，不错。哼，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听我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？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陈哥真的和他老婆旅游去了，可不是嘛？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，那是好事啊！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孟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老提你们乡下、乡下、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呢。One beer's just right, two's too many, three's not enough, and four is plenty, girl.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. I got over you a couple of beers ago. Well, you left me standing at the church alone, a dear John letter on the bed back home, girl. That was.怎么了？车没油了。顾西城，你出来自驾游，车不加油的吗？这些事不是我该考虑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这山里连加油站都没有啊？那你既然知道要开到山里来，出来之前就应该把油加满呢。出来的时候油是满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，又怎么了？
这山里竟然连信号都没有。走吧，下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走啊。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找人帮忙。哎，靠谱吗？哎，思念刻在墙和瓦，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，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看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忆。